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音乐五点半，我是小轩子。近来抖音上有很多的大神用计算器摁出了不少的音乐，不得不说抖音真的是高手聚集之地啊，有很多抖友也纷纷参与录制，把自己用计算器演奏的歌曲在抖音上分享。下面就来感受一下计算器音乐的神奇吧。你最喜欢哪首计算器音乐呢？欢迎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